哇，对对啦，今日消息，先传陈炳志辞大大王，沽出五连铺啊！呢个讲系长旺贸易公司啦、找换店啦、恒生银行 ATM 啦、一哥嘅烧味咧，同埋右边有间嘅小食店啦，加埋一嚟嘅时候咧，市传系7770万，但有人咧又同我讲系大概5000万，唔知坚定流啦。唉，总之，但系你知道通常啲市传嗰啲咧，个都有些少水分嘅，就话7770万，因为点解咧？之前咧曾经市传咧侧边咧嗰个嘅系万宁啊，就系、是、成交咗7000万。最终咧，侧边万宁咧注册成交嘅时候咧，后来我睇翻都系讲紧系5550万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候你知市传出嚟嘅时候，信报就报道咗，咁人哋要 sell 侧边间铺，咁当然咧就话侧边市传，信报都报道埋啦，就7000万。咁所以点解呢边唔系平啲咯？但系最终咧注册，如果你睇翻我啲片嘅时候咧，系5550万啫。所以后面呢一粒嘅铺嘅时候咧，就市传成交7770万，讲紧贸易公司咧，找换店、恒生银行、一哥烧味啦。同埋呢個嘅餐廳仔咁樣咧，就喺只呢個馬會側邊嘅。但有人同我講係應該大概5000万多，但我唔知啊。唉，我唔敢亂笠嘢啊。咁所以就嗱，出下嚟復望喺呢個附近環境先。咁我間鋪咧就好闊面嘅，出面咧就講係觀塘道，咁啊超級旺噶啦。咁啊帶你出去外面睇啦。咁又呢個人來人往係冇景噶啦。就觀塘呢一頭嘅時候，咁啊記住啊，聖誕節呢個時候，聖誕禮物啊，過去我哋上環個租客孖沙街嗰度嘅時候啦 ，John Jessica 超級有心做啊，佢嘅 Triple Brios 180元件哦，私人送俾你啊。来啦，咁就做，试下送俾你啊，怼十件啦，每人送一次啊，每人送一件啦，帮衬十次怼十件啦，咁啊冇所谓，帮衬下其他啲嘢啦，好，咁啊就个两公婆有心做，嗰边讲观塘站嘅呢度咧，啲人就上呢个港铁站啦，咁去翻嗰边嘅时候就讲喺呢个工业区啦，咁啊一路过去呢橛咧就最聚人噶啦，就入嚟咧呢个就叫做开元道68号观塘广场，影楼上。咁我個觀塘廣場嘅時候咧，睇真啲呢四間鋪嘅時候咧，係2001到2004年間嘅時候咧，分四次買入嚟啊，咁持貨19到22年啊，就合共投資嗰陣時買入就係2019.5万，咁而家賣出，如果當咧7770万嘅話，就升幅係2.84倍啊！恭喜陳炳志啊！呢個位置就超旺噶啦，一入到去呢、這個觀塘廣場嘅地下呢幾間鋪，超靚啊，位置靚到爆啊！咁啊，講緊係41尺嘅面喎，深大概23尺，實用咧係大概940尺啦。咁但係睇翻啲盤子嘅資料嘅時候咧，照讀俾你睇啊，逐間逐間鋪好多資料，有啲相啊，有位置圖啊、圖蹟啊，所有資料見到噶啦。咁但係咧，最主要咧係睇翻嗱，如果16號鋪嘅時候咧，就講緊由呢個16號鋪開始先啦。呢兩間咧就講緊係16號鋪啊，16號鋪咧就講緊係77000蚊嘅租金啦。之後講緊係呢個恒生就講緊係呢個嘅17號鋪咧就講60000蚊嘅租金啦。咁呢個18號鋪咧找換店就講70000蚊嘅租金啦。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貿易公司嘅時候咧，就講喺呢個58000蚊嘅租金啊，所以加埋喺嚟嘅時候咧，呢五個嘅租客咧就合共租金係265000蚊。我手頭上有個資料係咁寫啦嚇。咁如果係7770万嘅話咧，回報咧都超過4厘啦，4.0几厘啦，就接近4.1厘應該係。咁啊個，但係如果真係5000万市傳啦，即係話咧有人估計啦，當5000万我就超6厘回報添啊。最終個價錢睇註冊啦。咁啊，所以個嗱，好冇？總之呢頭旺就超旺噶啦。咁所以個所有嘅圖蹟啊資料你喺度睇過啦。咁始終我唔知道佢究竟係7770万定係5000万，同埋市前堅定係流，咁令我俾分啦。但呢度咧肯定係旺啦，實高分各位。因為觀塘廣場嘅時候，你知呢頭啲人永遠落雨天又好，天氣凍又好，入嚟呢度消費又舒服。咁始終係 ground floor 咁，所以靚鋪嚟嘅，恭喜大家，又恭喜啊陳炳志導演再導演啦，有機會去幫襯我哋嘅上環租客 John Jessica Travel Brios， 我老婆之外超好嘅180蚊件，送俾你，聖誕節快樂！哇，对啦，圣诞节有嘢送啊！嚟到上环孖沙街 referee 话系 Edwin 盛会嘅朋友嘅时候啊 ，Travel Brios 180蚊送咩啊 ？Jessica， so come to the referee and then free Travel Brios from Edwin。Yeah，just come in 之后同你讲，系 Edwin 嘅朋友啦，盛会嘅朋友啦，我私人赞助你咧，就即刻送件靓嘅 Travel Brios， 原价180蚊啊，喺个 menu 上送俾你啦。当然冇咁 cheap 啦，几杯嘢咁样，几堆茄拉嘢食啦。OK，all right，see you here。好望两次呢、这个7770万市传啦吓，咁啊呢个盘子入边嘅资料啊框住位，你见到啲铺噶啦，系个图蹟啦，黄揿揿呢个位啦，咁就讲紧四间嘅铺头，五个嘅租客啊吓，咁啊入边嘅仔细嘅资料，咁啊当中有啲已经卖咗噶啦，咁、那个位置图啊，呢观塘好旺呢个位，咁同埋啲相啦，你睇下日夜嘅相啊，入边人流系好多下啦，咁啊就。六年铺之前估咗55500万，但嗰时市传咧就系7000万，超级大吹水啊！但系就个呢几间铺啦，同埋同你转个圈望下附近嘅环境，咁啊呢个成个观塘广场啦，
咁同你再轉個圈，側邊附近嘅環境，咁你見到噶啦。馬會啊，嗰邊嘅入口位啊，側邊呢個咧係堆釘，因為個地下咧夠曬旺呢個位置。好啦，恭喜買家，呢個靚鋪啊，難得罕有啊，國外求售啊！